这是我满盘红豆派和香芋派，这个是需要回来自己油炸一下的。这锅老是转圈圈，这个平底锅它是有想法的，老是转。香芋派和红豆派，但是被我弄混了，不知道哪个是香芋，哪个是红豆的。这个是香芋派，哇，里面有香芋颗粒。我记得上次我吃香芋可甜了，这次感觉没有那么甜。我猜测应该是红豆派。红豆派。